快看，这么大一个鬼，好吓人！哇，好高一只啊！我们今天要来超市买南瓜了，好多南瓜呀，选谁好呢？这两个南瓜好大，是真的吗？好大一个，怎么卖？到处都是鬼，气氛好浓啊！快看，下面还有好多那个什么狗骷髅，兽化的欧卡，魔兽欧卡卡口，好多骷髅啊！快，我跟他握个手，我好怕他突然，我靠，吓我一跳，吓个这样，我靠，好大一个骷髅，能不能打到我的头？可以，你的头哪有那么大？哇，这南瓜好大个呀，好大个，是什么？今天我们要挖南瓜。哎，危险危险，还有你太危险了，你啊，好痛啊，南瓜。就这样好吧，给挖掉。我帮他再换个刀疤怎么样？首先要在南瓜头上把它这个蒂挖掉，然后掏掉里面的心。危险动作，你们两个人不要靠近。我看，不要靠近。危险，你不能靠近爸爸。是南瓜的味道。喜欢吃南瓜。这有没有一点像那个清朝的那个僵尸公公？有点像。鱼进去。柴哥很好奇。柴哥，想吃，一点都不怕。给大家看一下南瓜里面长什么样子。闻，这里还有条刀疤，挖个鼻屎。我看爸现在要把这个修好，精修一下。不知道一会儿我看跟 Chaco 看到这个南瓜会有什么反应呢？我吓一跳。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南瓜灯，不知道会不会害怕。我看是个胆小鬼。嘿嘿，吓人吗？现在让欧卡跟柴狗看看这南瓜，看他们害不害怕。柴狗，看看爸爸的这个南瓜。两个眼睛，一人走一个洞。没有什么反应。我暗吃掉你，吃掉你。欧卡好像有点怕刚那个。
我。恰克隐身了。放在里面保鲜啊，你会不会很冷？哎，别看，关上。